为了按毛不足，需要帮忙就回来找我。
有什么事，老大？别被巫毒法术所迷惑。 事情很多，你快说。 太惨了，我知道，瑞赞在就好了。哦，吉娜。 我们该怎么办？骸骨灰烬，献给死亡罗雅。 真是稀客呀！你气色不错嘛，国王陛下。说吧，你找我有何贵干？我需要你的帮助。这样啊，<笑>所以你想跟我做交易呀？说吧，说吧。当我的罗雅赐给我收复王国的力量。 然后我就会奉你为至尊的罗雅。是啊，让你把王国抢回来，这当然好啊。可是你会忘了不忘萨姆蒂，回头信奉其他罗雅，祈求雨水滋润作物丰收，而不是死亡凋零。不不不，口说无凭，我可不信呢。如果你肯帮我。 我的血脉就与你相连。你所有子嗣都会遵守约定吗？生前死后都侍奉我，直到永远。那就说定了。 父王，我刚刚有种奇怪的感觉。
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别担心，乖女儿，我把一切都打点好了。欢迎来到祖达萨，瑞赞赋予你力量，赞达拉永垂不朽。敌人已经攻到血门了，快点，在那些入侵者攻入城市之前，能够杀多少算多少。是给国王萨姆蒂的礼物。太多敌人闯过去了，快去通往达萨亚洛的那座桥，我们可以在那边挡住他们。小国王，出发吧！如果有人想跟踪你，我就把他吃掉。从西边包围你的城池了，赶快想想办法！塔兰基带着部落勇士去那里召集军队，我会和奎格瓦一起守住辖境。他们以前不会这样大举进攻，这都是早就策划好的。这位勇士告诉我们，歼灭者弥斯拉克斯再度现身了。下一个陷落的沙漠会吞噬你。列队，把战功都准备好。洛奇拉都能对军队发号施令了呢。塔兰基，欧南骑着罗雅上战场了。所谓石穷劫乃现，哦，你好，现在情况如何？不妙，你还会回来吗？我们被包抄了，罗雅已经尽力帮忙了，我们还是要把能应战的食人妖都集合起来。勇士，帮忙找出佐卡洛的平民，然后送到我们这里来，我们会尽力帮忙治疗。
点钱吗？我专门进口精品。你是谁？赞达拉永垂不朽。行吧，你有古董要卖吗？至少要有200年历史。你好啊，小家伙们，路上的敌人清光了，快动起来，米斯拉克斯正在靠近。来吧，米斯拉克斯，来吧，歼灭者，一定要破除最后的封印。勇士，我和罗雅会尽量挡住米斯拉克斯，快去找我父亲，人实在太多，一起把祖尔解决掉，只剩下最后一条路了。博昂萨姆迪，赶快现身。别担心，陛下，博昂萨姆帝最会照顾朋友了。起来吧，别再偷懒了，拿起长矛，继续奋战。
我会输。当国王确实很不错。灵魂献给主人，献给顾汉。你来迟了，拉斯塔哈，来吧，来呀，米斯拉克斯，来吧，博昂萨姆蒂，我们说好的，快给我力量。动手，摧毁封印！这片灰烬吧。呼呼呼，你快来看看，恭喜你呀，国王陛下，这王国是我们的了。欢迎来到祖达萨。艾泽拉斯的命运就在你的手中。为了复活，我在听。
要小心，我要借用这位勇士，有个交过手的家伙从博昂萨姆蒂的手中溜走，威胁了我的家园。亲爱的洛克汉，赞达拉一定会尽力协助暗毛部族，我一定会尽全力帮助你。